在写什么？我在想老师给我们的作业，他要我们拍一个视频。嗨，我有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呀？我姐姐在动物园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去那拍。那好啊。小朋友，今天我们去动物园玩好不好？好啊。我们到动物园了。跟我走。跟我走。这是蝴蝶。好漂亮。老师，他们叫声了。哇。朋友，快醒吧。大声。老师，大象指什么？他们只干着。老师，我累了。那我们去那边休息吧。好。你们看，那是长颈鹿。啊，好高。我好渴，我们去买饮料吧。我要喝茶。我喝矿泉水。我喝一瓶可乐。我们现在去结账吧。请问多少钱？一共是37000。找你零钱。好的，谢谢。老师，这是什么动物？这是羊。老师，请问洗手间在哪？那边。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先去洗手间。好啊。小朋友，你们为什么做这个呢？爸爸妈妈在哪？我跟老师来这玩。老师去洗手间了。所以我们在这等老师。好的，那你们在这等他吧，我先走。好，再见。再见。我问你们，不好看的鱼是什么动物？鳄鱼。对不对，老师？你们猜对了，是鳄鱼。哦。老师，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好，你们也累了，我们回家吧。大家好，我刚刚回到家。今天真的很累，你们看完视频后觉得怎么样啊？对啊，大家今天都非常努力，可不可以给我们个点赞，还有帮我们分享视频，可以吗？今天我们去动物园玩好吗？跟我走。跟我走。不用，不用想。哎，có thấy cái bức tượng không vậy? Chính là. Dạ, mà thông minh quá, nói nãy giờ quá trời nói luôn. Em đừng muốn chơi, tập trung thì bên anh trả lời nha. Thấy rồi. Nói. Qua cái lạnh. Bé xa, chào cô chú Duyên cơ. Xin chào cô chú, xin chào các bạn, xin chào.